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已知哈，这两个方程式，它有共同的质数根，那么它们 PQ 等于多少？那个共同质数根哈，我就是阿尔法，这个的话哈，可以写成这个，阿尔法哈，它乘以多少呢？这整个是那个，就是那个153的哈，是等于多少呢？或者是阿尔法乘以贝塔，这是负，正负正，就阿尔法哈，阿尔法贝塔等于呢153，还有这里的话哈，这里有两个那个，就是实数根，是阿尔法伽马，这等负187，其中阿尔法是质数。因为它有共同的质数根嘛，其中阿尔法是质数的，那个质数哈，我们可以用辗转相除法哈，把那个共同的那个质因数给抽出来，这是153，这两个的共同质因数的，就阿尔法也把它抽出来，就153了，那个用辗转相除法，这是187，153的这34，多少呢？4×16，12×13，7×17的2，刚好整数34，所以那个共同质数根是17啊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阿尔法是等于17，那这样贝塔应该多少？贝塔我就153嘛。除以那个17，还有这里要记住哦，我们讲质数的话它一定是正的，你不要选那个负17，质数一定是正的，这个多少呢？9×7=63，153，所以贝塔是9，那另外这个呢，阿尔法当然是17啊，那贝塔多少？187除以17。11啊，所以是-11。好，那这样我就可以算出呢这个 P 啊 ，P 哈是两根之和，等于阿尔法加贝塔，加起来多少？26。那 Q 呢 ？Q 是负的两根之和，阿尔法加上，这是伽马，伽马。好了，负的多少呢？加起来是吧？是那个6，这样子。所以呢，这个是等于26，跟6，跟负6，26跟负6，这个就是答案。